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我们现在要出院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在床上躺了八天没洗头的小朋友的头发是什么样子的。嗯，这样过来。这头发，没法看了，这个，看，都成了一坨了。我和小麦现在的愿望就是赶快回家好好的洗个澡，然后小麦是没法洗澡，不过可以给他好好擦一下。我想让你给我洗头发。嗯，你现在在这个医院最大心愿就是妈妈给你洗头发。头发太羞了。然后呢？你给我洗了。我给你洗，我等回家以后给你洗。我躺床上，你给我洗。啊、我又弯不下去腰。啊、你说好的。啊。千万不能剪个头发。啊。说好的。啊。不能骗我。嗯。骗我你是猪，听见了吗？啊。你骗我你是猪。啊。好。你别笑。我现在终于就是出院了，回到家里了，然后我妹妹来接我。我已经咳的，我今天吐了好几次，然后到我们这边这个卫生院啊，我想的是今天想输液嘛，结果都不让输，怎么办啊？我现在真的我太难受了。刚刚先把小麦送到家里去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，看我现在的样子，头发一缕一缕的，嗯，油腻腻的，然后特别憔悴，特别的狼狈，没办法啊，在医院里面待了那么多天。